可爱啊。这不错吧？肯定能选到送给你爸的见面礼。是挺不错的哈，种类还挺多的。那你爸喜欢什么样的？你可得好好帮我挑挑。好好好，我这不在帮你吗？不然你怎么知道我爸最喜欢的是鸟呀？行了，知道你好。哎，你看看，我觉得这只不错，刚好跟我爸那只凑成一对儿。嗯，行啊，那就拿了吧。哎，等等，这个。鸟虽然不错，但是笼子也太粗糙了吧。哦，笼子有好的，在门口呢。好，那去外头看看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能装鸟带过去就行。你爸那么喜欢鸟，他那肯定有很多好笼子。那是我爸的好笼子，跟你的不一样啊。就好比你要结婚的话，不管女方家有没有房子，你自己总得有一套吧。小伙子，您还别不舍得，在这个自然界里边，那个雄鸟要想吸引雌鸟，它还得搭个漂亮的窝呢。你还不能怪这个雌鸟势力。你想呀，如果它要没有一个漂亮的窝，它怎么给你繁衍后代呢？就要这个吧，